喂，这学校是怎样啊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要逼我们进行桌球淘汰赛吧？到底为什么啊？难道是……咦，第一天第一场比赛，由丸之内学对史内克魔力斯，现在开始。呆头儿，木，原来 AA 是这种学校啊，请手下留情。嗯，请多指教。嗯，请多指教。哼，看起来蛮弱的嘛。开始。嘿，哼，啊，有群猫在那里。咦，哼哼，珊瑚蛇球。咦，呆头儿，1-0，史内克得分。好痛。呵呵呵，你的行动自由已经被我剥夺了。哼，我的珊瑚蛇球是一天只能用一次的球招，但是蛇球会紧咬体内掌管疼痛的要害，锥心刺骨的剧痛最终将支配你的所有神经，一旦对方中了这招，胜利就是我的了。我就是利用人们只要听见有一群猫时就会忍不住抗拒的心理。这太阴险了，太低级了。呵哦，个2-0，我看啊，他是完蛋了。呆头儿，3-0，4-0，5-0，6-0，7-0，笨蛋，要是你被退学，那我欠你的人情怎么办？加油啊，呆头儿！哈哈哈，你就乖乖回家，找妈妈喝奶去吧。该回家的是你啊，哈，嗯，不可能。你为什么还动得了？7-1，丸之内得分。刚才那球是怎么回事？而且你为什么还能动？弯折拉球，7-2，拉球。呼，这种球要怎么回击啊？你是回击不了的。是，不要瞧不起人了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美国第二。没错，正因为你很强，所以不可能回击。而且我听见了，心里面有个声音叫我加油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爱的力量。No， 放开我！那种球招犯规啊！我还不想回美国，我不接受这种输法啊。No， 原来如此，输了就会被强制退学啊。Game over， 想不到他竟然能逆转获胜，看样子他并不是个普通的门外汉。笨蛋，你怎么可能听到嘛？怎样？没有啊，条件达成，条件，咔哒哒哒，咔哒哒哒，找到了，你们看，哒。刚才那是什么？球也弯得太夸张了。放心啦，弯折拉球，我已经发现破解法了。为什么？史内克的球刀怎么会失效的？那股剧痛应该会让他十分痛苦才对，因为战况对他不利啊。不是有一种说法，人类在遭遇致命危机时，脑内会分泌多巴胺来麻痹痛觉吗？致命危机？不就是输掉桌球比赛吗？这代表了输球对他来说比死亡还要沉重啊。不过是桌球。不，正因为是桌球啊，这世界已经脱离不了桌球了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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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。喂，哎呀，佳子，你现在在哪？突然跑出去，妈妈很担心呢。对不起，我在搭新干线，刚从新横滨车站出发。搭新干线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其实，那么阿学就在这里咯。我想是的，不过老实说，我劝你们最好别和 AA 扯上关系。咦？那是世界各国领袖级人物们所策划的超机密计划，要是太过深究，你们可能会被灭口啊。如果还是执意要去，那答应我一件事，一遇到可疑人物要立刻逃命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如果 AA 找上门来，什么都不可以说哦。叮咚，来了，请问哪位？你好，我们是 AAA。 佳子，说人人道啊。什么？
AA 吗？请问猪野佳子在家吗？对不起，他正从新横滨搭上了希望号。妈妈，不能说啊！啊，对哦，那个，我开玩笑的。三点从新横滨发生的希望号，去名古屋站逮住他们。喂，佳子，对不起，好像来不及了。卡，哎呀，挂了，怎么办？AA 的人跑去我家了。什么？他们打算在下一站逮住我们？怎么会？太快了吧！既然如此，只能够全力逃跑了。那太难看了，我要用爱的力量揍扁他们。你给我回家啦！哇，你醒啦，小美，这里是病房。你在那之后就昏过去了，是那只兔子把你送来的。总之，他们说只要这两天就会复原了。这样啊，你一直在这里陪着我吗？谢谢，拿去吃啦，呆头儿。哦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要还上次的人情而已。嗯，哦，人情。话说回来，你怎么会来 AA 的？是有什么愿望吗？这个不能说。为什么啊？那小美呢？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理由啦。鸡，不可以笑我哦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四周是一片蕴香花海，那是个空气很好的地方。为了体弱多病的妈妈，在我三岁时，全家搬到那里居住。很喜欢蕴香的妈妈总是笑容满面，那段日子每天都过得好开心。但是就在某天早上，蕴香花田在一夜之间变成一片荒芜。地方报纸大肆报道，有人说是土地神的诅咒，也有人认为是麦田圈现象，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犯人，不了了之。而且后来无论我们怎么栽种，连一株草都长不出来，妈妈也变得很没精神。我想让那个地方再次开满郁金香，我想让妈妈再次展露笑容，所以我是为了让那片土地恢复原样才来到 AA 的。光是要把土地翻新就需要很多钱。讨厌，我怎么会跟他说这些的？都什么时代了，居然还想要什么花田，只会被嘲笑吧。那个刚才不是哇，握住，一定可以的，放心吧。咦，我居然，咦，小美，你怎么了？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有人如此真诚的认同我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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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！我，本日第五场比赛即将开始。哇，这场对战由熊田铺太郎 from Japan 对上五罗洛特 from Germany。五罗洛特，德国排名第二，看来是位高手哩。德虾。开始，找到目标，现在进行逮捕。我怎么可以在这里被抓住？海鲜盖饭，鲑鱼卵，碰！哇，杀人啊！咦，这是机器人？那个发箍妹很危险，遵循使用武力。什么？我吗？哇，雷兽细化，没事吧，小光？啊，谢谢。可恶，这种家伙到底有几个啊？根本没完没了。喂，放开我，小屋，抓，成功逮捕。放开我，引起注意就不妙了，让他们安分点吧。不要啊，阿雪，咕嘎，嗨，真巧呢，居然会在这里相遇。咦，什么？浅家，你们是去死团？我已经不当去死团了。你们怎么会来名古屋的？啊，这还用问？当然是为了吃名古屋的特产鳗鱼三吃啊！谁知道啊？别妨碍我们！鬼爪，哼，刷刷，哼，刚好想运动一下，帮助消化哩。咦，你们不是在赶时间吗？哼，谢啦，好心的大叔，谢谢你，再见咯。对他们刮目相看了，一家，你这个朋友不错嘛。嘿，还好啦。阿雪，我来了。11-0，胜者
五罗洛特，熊田铺太郎退学。不可能，我的数据怎么会没用？数据凭那种东西是无法通过这场淘汰赛的哦。你说什么？桌球比赛最需要的就是爱的力量。哦，那么究竟有多少人能发现自己是为何而战呢？